坐火车吗？对，还不错哈、哦，因为休息三四个月。第一个，今天是第一个假日，对，跟上个礼拜比起来多很多，还又暑假吗？啊，对啊，对，刚好又暑假，两个变数。对对对，如果没有暑假就也许也是多，但是可能没有像今天那么多。哦，对，嗯，啊，因为火车在带动我们这边，真的要开了，要开了，真的要开了。要开了，因为他会聚集在身边嘛，大家留有时间去流转，慢慢看，慢慢吃，这样子。我再坐下，哎呀，终于到我们家去了。香港的马蹄，香港的马蹄，香港的跟准备招待一下。